好，来看一下这一次的这台 Autobot 哦，这台真的长得超帅了，帝皇侠。太冲，十次，一、二，哎呦，很快呢，三，哇、哦，三十抽三颗星，这么佛的吗？三百，哇，三百没抽到，三百一，三百一抽到，还可以啊。三百一 ，get 帝皇侠摩托，嗯，三杠的哦，竞速赛车升级，有种东西叫做帅就对了，带着这个王者之剑印记哦，这个也蛮帅的，启动，283.5，283.6，还行。283的神车，哎，我忽然想到这一台车配这个飞虫不错哎，你起跑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摩托车的集气量不是比较快吗？是不是就很搭配，很配啊，很配这个飞虫。要开超越了，要怎么追上呢？哎呦！还撞到，吓死！但感觉会卡、欸。可以哦。也跟我们的游侠对抗了一下，最后的刹车甩关键，吓死你了吧？他觉得一定吓死了。比较实战啊，我觉得、啊。这个飞虫也是很实战的、啊，隐形起来装不到，但是它好像会有一瞬间，哇卡了，它好像会有一瞬间那个隐形出来的那一瞬间死掉。哎、欸，怎么装啊？照理说，这也声音很好钻哦、啊。哇，这个甩起来感觉不太一样。知道，OK， 再开一颗，刹车甩，好、哦，这个节奏就可以了，这个节奏很好，可以再贴一点，啊，贴过头，还好，控制住。会滑，摩托车就是会压车会滑。担心荷包，不担心是骗人的、啊，什么都蛮担心。有什么可以不担心的吗？你们说。看密宝摩托车如何？哦哦，摩托车那个地方有那么快啊？那我们没有超越，这边可能会被拉开。还好我有，还好我有，哎，下去，没有，啊下去，还好我没有隐形功能啊，
哦，我不需要拉这个。哎呦，刚那个拉的不是很好。同时，我这关还可以耶。 但我们没有超越，感觉速度很容易就被拉近了。欸、真的不错哎、欸，摩斯拉那个弯超顺的。哇，角度不好，想说接个刹车转试试看，直接出事给你看。<笑>有没有懒啊？没有，有。 又卡了一下，哇！但是角度好烂，烂尾了。但是没事，也在沙滩上奔跑了，收工。这只能让我的中指去习惯它了。哎，这个是新宝吗？也不是。 哎、欸，是新宝哎、欸！我靠！我刚不是换了吗？有没有开备用？现在换了就换了。啊，死了吗？我的哇！摩托车撑住了！我靠，太神了！摩托车竟然撑住！我靠！撞到我屁股，撞到我车头。 这个可不可以接刹车甩啊？好像可以、欸，哇！但是下来角度有点烂，备用给他亏了。可以，好像可是他好像没有点心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 我是害到人吗？为什么我后面都没有人？哦，来了来了，<笑>那个叉子很失误啊！好像不是这样甩，应该是这边甩才对，不过没关系。 这边我用无名指刹车甩给大家看，无名指的甩法，漂移过法，好慢，好慢，可以不要再慢一点。哦，对了，大家下好像接双甩了，想起来了，漂移的过法不能通用啊，按几次而已。 但我的习惯怎么还是用，哦，换回来，换回来，我还以为，哦，有尾有这个隐形功能，我的摩托车就不怕撞了，但是会怕卡栏呐，啊，哎呀，人呢？死去了。 一定赢啊！不甩了，不甩了，汽油厂了。
开红，哎卡了，暴力，转哦，这种捷径连，像我们这种车就是很舒服啊。这个氮气怎么那么长啊？这个摩托车太长了。 太深了，人绕外了。